快点去打倒寿星那个录影师蒋飞吻一个。来，这边打呀是吗？不是要躲的，要躲的，头要撞的，对对对，这样躲的，我发现要。那这样打的。对对，躲，他们躲，给他两拳，躲了之后去给他两，好，后面零。平行是打头，打头比较关键。往下打是打底下。你们刚才在乱打的，我也在乱打。就是看速度的。小明很讲策略的。哎呀，你他妈是在干嘛呢？在偷手刀啊！操！真的、啊？他什么都干过。好的，哎呀，好呀，感谢。你要组合起来，看到你们等他站起来。你还会怎么等他站起来？可能站不起来了，全打了头。什么叫技术型的？还有点好牛逼了吧？刚才第二个往上去干倒了。